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帮我标一下。又标了一个，在哪里？因为我现在一直在。哦，好，彩彩，帮我，帮我垫，帮我垫。我垫了，垫了。好。我也很忙，嗯，过来咬我。有了。然后我有造一个补给哦。在哪里？再慢慢来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Hey, wait for me.17，加油！旁边小心哦，差不多先生在家里。我想办法带走他，可他好像不理我。他不听说倒下啦，惨了到这。他是不是换追别人了？在我这里。没事没事，他在我这，他在我这，他追我，他追我。因为你们刚刚都倒过，所以他的仇恨还是在我身上。没事。救命啊！哈哈，我要被活咬死了。不懂你在哪？你怎么了？我在下面，我想要去捡下面的懒懒的。啊！又遇到一大。没事啊，我这边更大。因为我残血很残那一种。你们加油！我这个带领幽灵我已经尽力了。加油！他在里面嘲讽。有啊。好，你丢一下。有嘲讽就赶快丢。好了，你放个垫脚的吧，因为这边真的很难上去。对，我刚刚真的想要放。好，加油、我陪你、那個，我陪你，我陪你。哎，还有彩彩，还有嘲讽吗？两只。还有。你后面，你后面。我来，我来。干巴得。哎、欸，追我，还追我。我把他带很远。你们补给都吃过了哈，还没，没空。好，还是暴君有点。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差点往生。啊，好了好了，马啾，马啾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翻新，这里啊！你要挖哪也可以啊，把这里挖开啊！不行，补给，擦掉，怎么的？翻新？你知道铁针不能挖铁针脚下吗？我刚刚就是挖到了补给箱的脚下。呜呜呜呜 ！OK 吗 ？OK 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啊。我绕回来咯，好，补给还有两个哦，补给还有两个哦，我再标一下补给，在这里。还有亮亮吗？还有三个哎、欸，哎，踩、欸、上面，踩这边、欸，哪里？抬头，你抬头，叫两个补给、欸，嗯、啊，那边后面有一个补给、哦，这么远的吗？反正那個幽灵我会一直把他带走啊，他看不到了，好好，有没有放到不知道。不是重点是我要想办法到。没事哦，那些超级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能见度很低。哦，所以其实刚刚补给是他放的啦。哦，他放一个我放一个。对，我想说我刚拿过，哎、欸，猜猜，哦没事没事。看没事没事，那白幽灵在追我，幽灵在追我。看一下哦，已经都没在中间了。换一个，看，剩下都在蛮上面的。对，这最难放那一种哎、欸。对啊，等一下哦。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会有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那个有人拿，他丢了，他丢了。
有了，我盖了平，盖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踩的平台。我这里也挖到一个，好，踩踩小心。摔一下，摔一下。然后四处奔波，超级诱饵。哦，你盖给他用，对对哦、我去接吧。这样子差一个啦。我去接你，他挖到了，他挖到了，九个了。他丢下来了，哇！这里还有旁边嘞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，好猛哦、喔！这样这样这样，他丢在旁边，那就按了，那就按了，打666，好厉害！那就补给舱还有，补给舱还有两个，你们可以用。不用啊，我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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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没吃，在哪里？这里这里啊，我有标，我有标，另一边另一边。对对对，我是一个不能回家的孩子。我马上走！哎、欸，谁在这？我、啊，你这里危险哦！不会，我相信你会保护我。我当然不会，我就跑了。哦、那个幽灵追我、啊，我一定要一直跑。我完全不能在一个地方逗留，你知道吗？菜菜，嘲讽，放一下。放。好的，我来了。这怎么是我打你大屁？只是原本这一关我们是要来挖那个白球球，被那幽灵害。哇，你怎么在这？这是什么啊？老鳖蜘蛛鳖？对，又要跑了。这个好烦哦、喔。啊对啊，我被弹下来，傻眼！我看到补给还有一个，我不管，我要吃了。嗯。痛死啦！我跟你，要我帮你们。哎，又招补给上了。有那幽灵。有冤的，没事。补给舱又来喽，你们可以吃。空降舱准备来。嘿嘿嘿嘿。我听到幽灵的声音。来了、欸，不错啦！哇，就在旁边而已，这么好！拜拜！哇，太好了吧！啊，怎么这么好？大家一起嗨！开门了，开门了！阿佐脚下有蜘蛛。门开在哪里？右边，面对那个右边。谢了。刚好接住哎、欸！我赌，我赌。哎、欸，他是工程啊！啊他嘞是工程是不是？我炸我炸！他嘞？他人呢？他在头上！啊来了来了来了！他转弯就到了。他可以直接下来吗？他转弯就来了。他是要不行了！啊来他来他来了！他掉下去！你害人了啦！他已经在电脑屏幕前骂脏话，他有点生气。就是你做玩家，你那个平台哦。我是不让那个幽灵进来，我卡幽灵，他那么瘦小，对不对？是他的问题，好意思哦，他真的咽下了最后一口，他哭了啦！你看头那么低，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，有过关就好了嘛，半球关，他
QQ。喂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好吧，差不多。喂不好说。你这样他以为是他坏。好。我请他喝酒。八十五块哇。请他喝酒。不难过不难过。不是他吗？不是不是不是。藏狼烈酒。在冒泡泡。他医护室不出来哦，是吗？哪是这吧？这是他吧？哦。干杯。I play again in one day. 哦、oh, oh. ，那他第一天玩，第一天玩，啊，不错啦，对不对？第一天玩玩到十等，不错啦。Me too， 给他下马威，让他知道以后要赶快跑。当蓝色小精灵还敢在后面啊？会被搞啊？真的，蓝色小精灵。跟他讲。休息啦，好啦，好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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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还没有要关台，只是等一下会再继续魔物一下下，所以如果还要继续看的，欢迎留下来；如果不看的话，还是拜托留下来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去休息。好，我们去换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去魔物猎人世界的世界，魔物的世界，我在讲啥？啊，看到没有？他说有个从中国回来发烧的，说要去 CWT。啊，好啦，大家先去起来尿尿，伸个懒腰。那我要去尿尿，伸懒腰。我们等一下见。马上就回来喽。好了，想问一下聊天室还有谁活着？开始游戏，搜寻好友，允月，一个人，干，一个人，言笑，你是不是有在偷玩啊？我去看一下哦，允月有没有开台呀、啊？看看。没有，杰克有开台，云月没开台。杰克在玩啥？狐影，风之谷哦，风之谷啊。好，聊天室都没人。
想骗我，我的言辞已经好了。哦，已经通话了。Hello，Hello， 关台了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关台嘞？怎么可能在这时间关台嘞？要打啥？我在刷冰牙的票啊。啊？还有位置吗？有啊，差还少一个啊，你过来。你求我就来啊！不要啊！好啊！嘿，然后继续去拍照。OK。哥，你就不会多挽留一点吗？不碰。参加。是不勉强的，还没开始啊！我怕你太想拍照哦，就不挽留你。还好。我今天，去找了环境生物，找了一个小时，没有任何一只被我找到的，我快疯了。什么神带鱼，然后那个什么蛙哥、水母，那只哥，那是什么小蓝哥，然后毛鲫鱼，没有一只找到的。你也太衰了吧！快疯了。我还为了找生物，特地去把那个环境调查的那个酒全部开出来，嗯，因为我还有一个没拿到，我先去把它拿到，然后再开始环境调查。啊，然后吃了之后有找到吗？就是吃完一个小时都没找到啊，我在怀疑那个到底有没有用啊。而且晚上过的速度好快哦。我也觉得耶。然后白天速度又很慢。点餐是不是？有点久，抱歉。没事。那走了。好了，回。没事，就来玩一下蒸汽机。武士来了！再跳啊！再跳啊！再跳啊！没人跳啊！跳！跳啊！我先穿个不动衣装嘛，你们不要急。我不是更近吗？不，What？ 啊，你厉害，你来！你厉害，你来！你行，你来！我想说我要上了，就有人撞了。啊，下去了，算了。哎、欸。江江是回家了吗？啊啊，对啊。哦。江江悲惨的一天。我们快把自己气死。好呀。他今天在跟捷运谈恋爱啊。哇。捷运少年。他就是要当高捷少女的捷运版，台捷少女，台捷少女，北捷啦，哦，北捷。哎，我记得北捷不是有那个什么线的那个女的，哼，哎有啊，上次看车还蛮帅的，两只手都爆了，是吗？
我说两只手都爆了吗？没有啊，右手右手刚右手不是右手还完好，右手还没。好了，好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剩他的脑门，然后他的脑门没有软化，我们大家打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是不是暗示我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暗示江江。我。那江江拿什么？我拿冲啊。他拿轻武器啊。哦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能软化的那一种。嗯，我建议他不用太重武器软化就可以了。重武器才是一次啊，轻武器要两次啊。啊，江江是轻武器啊，是吗？他的重武器，他的很奇怪，他的是重武器，但是会掉东西出来。对啊，因为他的那个子弹要掉东西。所以他射可能他第一次拉的，他的雪茄要掉东西。对啊，不然他整场没有东西，他就不用插雪茄。他要自己中大麻出来，就掉了。对啊，他得自己中大麻，不然你把他当受干，他怎么那么乖？把我当塑胶。好忙哦。我要玩，我要下来。瑞斯。掉在哪里去？哦，找到了。嘿嘿嘿嘿嘿嘿，累了，丢累了，丢累了。哇，瑞斯少捡了一只。而且第二次变成可以造成伤害，又可以掉东西。欸嘿，欸嘿，我觉得他是挂的，我没开。我是觉得，觉得什么？我觉得他是挂啦。要不要补补看？补不算了，也没差。哎、欸，我的雪茄掉地上，抽干净就丢了啦，不要留烟屁股在那边抽，被撞啊！哎、欸，他倒了。打一装真猛。没东西，哇！快挂了，看骨头。啊，你现在看得到？哎、欸，这是队长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是队长才看得到哎、欸。我们今天就在，今天还在研究是不是队长的问题。对，就只有队长看得到。哎、欸，以前大家都看得到、欸，现在只有队长、欸，太哭了吧？哭啊！哭啊！原来以前都错怪江江了，以为是冲枪特权。啊！我在此不发声，抱歉，不发声。哭啊！两战。吵架了，吵架了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打麻将打到吵架了。干嘛又赌钱？是不是问怎么会吵架？掉啊！探险队不会来。就这样安，彩礼晚安。狩猎大旗没有人愿意。嘟嘟嘟嘟嘟嘟。
那拉霸机到底会不会一次变成一次用完？好烦哦、喔，也很不想等、欸。蒸汽机啊、哦，对啊，那很久，我觉得还可以改一下。玩一次就算了，但是玩久就会觉得浪费时间。对啊，而且其实没办法按着过夜呢。他如果结束了的话，中完就停了。对啊，滑鼠连对啊，不是滑鼠，按键精灵应该可以吧？可是最后要自己按，再按，就按空白空白啊，一直按空白。可能要按键精灵一秒三下空白，这样应该可以啊。没有你，好，上个厕所。好。哦，不用等我了，我换装备了，不是了，冲吧。冲吧。你没吃饭？我忘记啊，还好啊，打这个不吃其实没差。哦。我还是要练习用重音。跟你讲，你现在换手法就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你是要用到蛋白吃一次吗？太多人在他头上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按错了，我不习惯，我的错，我道歉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不上去了，我不上去了。再会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一人一次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哇，有软了吗？有。他不想跟你一人一次。我来，我软，这个我来。啊、我在软，他右手。看来这个就是雪茄抽太多了。